我只知道你一开始就没打算跟我好好的看房子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定非买房子不可啊。对一个过了30岁想结婚的女人来说，买房子需要理由吗？台北的房价这么贵，我真的不想要一辈子30年就为了房子啦。你为什么现在才说？要多久才会好？再多哭一下就好。我还没有忘记怎么笑，谁都找不到任何最佳的解药，能把最痛的失去换回。现在很好的模样。